姥姥，一筐草莓20块，吃得完吗？你小子，姥姥做好了叫你一口能吃10个。就这草莓能做什么花样？臭小子，姥姥给你做个在城里没吃过的。姥姥，草莓被人弄成这样，还能吃吗？你瞧好了，姥姥做出来好看又好吃。我看你能做成什么样。哇塞，姥姥，这好好看啊！那是，待会你再尝尝。姥姥，草莓还能这样吃啊？喜欢吧？帮姥姥点个小爱心呢。姥姥，还是你会吃，等着姥姥吃喝不愁啊。